会盐城区城中城大火今天的大火造成重大人命伤亡，我感到无比的悲痛，深切的自责，在这里要向所有的患者以及罹难者家属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致上最沉痛的道歉。身为市长的我，要向所有参与火灾抢救工作基层的警消同仁、医疗人员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容我再一次的向所有的市民朋友致上最深沉的歉意。